我们今天本来收拾东西出发的，没想到还有一个快递要明天才到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收拾东西。刚好猴哥之前在青海有一个轮胎扎爆了呀，扎坏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补，今天刚好去补一下轮胎。刚刚有朋友来看了一下这房车，所以这房车就升起来了一下，现在我们准备要出去，也不用锁门了，就这样关上就好了。有朋友来看的话就可以看，因为这周围的邻居他们想来看看。走，你看这车就这边破的最多了，这中门，这前面这个，然后这个，呵呵，这一边都是好的，这一边。猴哥，你要分方向啊！你看左边全是好的，右边从头烂到尾。就是开车时候右边不长眼呗。难怪锄头坐在右边一直汪汪汪汪汪叫。他看着路，我又不听他的。哎呦，又上去了。给锄头弄个垫子。给锄头买的隔障垫。这个好了。这下好了。有网友说锄头知道我们这两天要出发了，锄头怕我们走了不带他，天天都看着我们的行踪，只要一开门立马就上车，坚决不下来。猴哥给我拿了他之前房车用的水管长的电线，这样在路上加水充电接市电就特别方便了，这里面还可以放很多鞋子。他把后面这个拆了，拆了把备胎放到顶上去了，这样绑着的，这样在路上就更好停车，然后这个后视镜看着也更方便，不像之前两个轮胎卡在那里了。不带你了，车上热，车上热。锄头嘴巴一闭上就像生气一样，他那个嘴巴扁的，他只有一张嘴就才像笑。就在这里很快就把轮胎补好了。这条不绑车顶啊？没有，就带一个备胎。备胎也不重，带着呗。没空了。啊？没空绑了。没空绑了。太大了，一个就够了。啊，两个太重了。不是你之前不是三天扎两个胎吗？哎，那不能一直那么幸运，一直那幸运没法玩了。今天这边赶集，好多人都拿着小喇叭在卖东西，五块钱好大一杯，还有芒果里面。自己手工做的啊？你自己做的，这个多少钱一个啊？这玩意儿是吧？啊，这玩意儿摇一摇就是十块钱。哎，这路边的干花可以放在那里挂着。嗯、这个买个这个。嗯。这么好的。嗯。这个饼。人家说这也太照顾一下生意。感谢猴哥给我送了一个包，这个包真不错，手工做的，纯天然的，都是有虫的，纯天然的。它是种多少年这个啥？都在这里面。是多少斤子？两个小的给你当。两个小的当一个。两个小的给你当一个，然后这大的都是一块钱一个。牛货。谢谢。不假猪棒子。哦，他这个是火腿。嗯。变没。哦，他直接说的是淀粉肠。不要了，你们这边太实诚了。香肠就是香肠，
香肠就是香肠，肉肠就是肉肠，我们这卖淀粉肠。就是说里面没有肉，也不骗大家哈。我爱淀粉肠，但凡带一点肉我就不爱吃。其实很多肠里面都没肉。嗯，很多肉肠也就是一点点那种，都是淀粉。这也就差不多了。淀粉肠，诚实嘛，都是淀粉。就在外面买那个火腿肠也是一样的，也是这味道。锄头高兴了，他知道你要带他出发了，他看到他的狗粮搬了那么大一袋。锄头，你看他就摇尾巴了。哎呀，你看这表情都是开心的样子了。不知不觉在这边已经待了超过20天了。最近天天啥活也没干，一天三顿吃的好饱，又长了5斤肉，要出发了，还没有去商丘古城逛一逛，所以今天猴哥带着去商丘古城逛逛。是的。然后锄头呢，今天也去给他洗澡，要香喷喷的出发是吧？这是北城门。北城门里面还有多远啊？北城门距离南城门可远了，几公里？几公里，估计有2-3公里，走着去不行，要开车。这里面能开车进吗？能。那我们开车进去。开车转一圈。可以啊。嗯。可以开。这里面还能开车转，真好。一般古城只能走路转的呀。嗯，现在要还没弄好。桥上这个叫啥我也不知道啊，都给盘滑了，盘亮了都，这种盘亮了，因为这是刚出城门之后，很多人都是步行过来的，就喜欢盘它那边。猴哥说这里是南城门，这边广播放的可大声了。忠烈文化，青史有名。买了冰糕吃。太吵了，走到哪里都很吵，游客也很多，就不逛了吧。嗯。哦。你啊。这不是小孩子喜欢玩的。要不要？你觉得拿着好看吗？不要换了。猴哥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嘞？人家给小薇买个小风车，边走边吹一下，是吧？举着就行了，不用吹。举着啊？太多人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就不逛了。喇叭声音可大了。今天不早了，得小薇开车逛一圈。锄头洗了澡就是毛毛顺了，还没梳了，回去再梳。现在5:24了，回去还要差不多一个小时哈。嗯。差不多，锄头。专门给锄头洗澡来了。出发的时候是89，现在掉的只剩86了，应该就是那个冰箱耗电了。等出发了，把它放满。这桌子一下就取下来了，直接这样放在上面的。晚上就把它取了，这样过得更宽敞。
是那个毛，是我的毛。嗯，哎，这不是肩膀，这是头哦，这个骗人的。搁肩膀上。然后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它不跑哎。我哥家的猫猫狗狗特别粘人。嗯。这无聊，搁肩膀，我不要狗。来送你。虽然它洗干净了，我今天也不要。你看，要笑死我了。喵喵，哎，你不喜欢去车上玩吗？去吧。今天感觉我们也没做什么，就是去镇上补了个轮胎回来。然后又去商丘寺里面给锄头洗了个澡，时间就没了，天都黑了。我在这边不知不觉20多天了，都吃胖了。那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